FM My Music， 我们 My FM Be My Star DJ 呢，今天就来到了 KWC Fashion Mall 这一间 Cookie。你好，我是阿威音组的裴勇。那当然，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 Fashion Show 介绍这些漂亮的衣服之前呢，一定要先把我的漂亮的导师介绍出来。我们有请阿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威，这位是我的选手裴勇。所以欢迎来到我们这里的 KWC Fashion Show， 我们今天是一个秀哦。嗯，那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这间店的特质，单单看我这件裙哦。哎，已经是可以镇完整个 bling bling 晚装了哈，但是呢，这家店的镇店之宝就不只是这一件，这一件呢大概价值是大概200到300令吉，这个是299。那我们给大家看看一下我们镇店之宝，这个是899，这一件，这个是799，这一件。如果你第一次嫁人，可以选择这个，之后再嫁人可以选择那一个。结婚一次就好、OK。不过呢，就是不要以为就是价钱就是这么高，你说啊负担不起来怎么样？对，没有错。No， 我们呢还有很多很多呢，价钱呢都介于10令吉，对，是10令吉到这个70令吉左右的都有。大家可以看看一下啊，如果有小洋装。有这样子的裙子，有上半身你可能要狂野一点点的啊哈，或是你要妈妈级比较保守一点的，我们都有，这里都有哈。最重要的就是呢，你要像 sexy 的话就有阿威导师身上，我干嘛要自己讲自己的名字这样啊？你要知道啊，这里的衣服不止时尚，它伸缩性非常强。嗯，你穿这个裙子，你不用担心只是出席晚宴，你还可以去打功夫的场合。有觉得我像师傅吗？示范一下，来把裙子拉上来，扎一个马，腰马合一，呵。像样，裴勇要加分了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星期的介绍就到这里喽，谢谢大家。